Hello， 大家好 ，Ray Wan です。好，这一个鸡牛特战队是绝对最想要入手的其中一张角色啦。可惜啦，这一次在黄金周前，龙石量不是那么足够，就只抽了一个30抽啦。目前是还没抽到，所以这一轮的话是跟好友借来使用啦。那么他的总队长技是可以吃得到350趴，没办法完全发挥掉他的能力啦，但是就稍微拿出来试用一下啦齁。这个卡面真的是有够有趣的，那个鸡牛啦齁，他的动作好像在哄 baby 这样子。对。那么他的必杀效果这边就很多段嘛，这个也是非常有趣的。50% 的激励可以获得 extra 的能力在追加啦，所以等一下看动画的时候啦，我们就看看一下有没有机会看到一些不太一样的动画演出好了。然后本身的能力啦就很依托在 special pose 这个类别上面啦，因为它的主动技啦就必须至少啦要全员都是特殊姿势才可以发动，然后才可以把它的最强能力完全的发挥出来啦。300% 的攻防上升，如果是有吃到支属性以外的属性珠的话，可以 extra 再获得 50%， 然后红气翼有取得的话，可以特殊姿势全员 25% 攻防再提升，这么个样子，而且是跨回合两回合啦，算是很棒。好了，这张大佬的话是开了两路，然后主连击复慧星，主连击复慧星吧，对，复慧星 OK。然后这个回避有刀流，主要是这一边呢、然后连结已经满了，傻死干。鸡牛特战队的人气真的是很不错。不知道大家知道没有，在昨天一宣布这个鸡牛特战队出新卡的时候，然后推特的趋势直接就冲上去了。好啦，那么队伍这一次是长的这个样子，就顺便呢来打一下我们的这个最凶弗利萨传的另外两个任务。龙族探寻者再加上纳美克星篇，这边刚刚好啦。顺便给他们一个 supporter memory， 弄到最强啦，弄到最强。然后这个战车就不带了。要带什么好嘞？带一个加攻防道具好了，还不是，要不然就做一下赤足道具好了。看给他的攻击力弄上去，就当做玩玩一下啦，前期就普通来运用，后期的时候才把它推上去好了。 OK， 队伍就长得这个样子啦。Let's go。 哦呀，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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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顺位还行，还可以接受。那么首先的话，目标15、金牛特战队，啊，好喜欢啊！说他嘞，然后弗利萨萨妈出来，我就上万的死哟。很可惜耶，没有那个弗利萨萨妈脸红的脸出来，不然就更好笑了。会连不到连接，可是这边怎样都是会满气啊，会超过15气。先这边先把这边起啊，这个样子又会满气过头哦，算了，慢慢这边就不开了不开了。零连接有一个30%的辅助，对，30%的辅助的情况下，329000的防御力也是相当高的，35%减伤，一奖。必杀先攻，真正大丈夫です。杀，608万，没有连接。哇，你们竟然对你们的那个老板做出这种事情，然后必定连击412万。Jang King Lick Mu， 利克姆好像是有加攻，利克姆好像是有加攻，然后 Gurudo 的话就只有加防。
然后巴特好像才有加那个无限上升的防御力，我没有记错的话啦，因为我不太记得他们的那个，诶，不是不太记得，是根本就不知道哪里一个是有拿什么效果，应该是这个样子讲才对。OK， 这边就非常的危险啊！啊，不呢，如果必杀靠过来的话，会偏麻烦。对，靠机，乱吼，这个样子。OK， 技术猪再加上红猪，哇，必杀在前头，要秀会不会被轰出去啊？哇，11万、9万，完全没事。不是你打克数都没有威力的吗？好简单哦，虽然说已经知道很简单了，但是因为那个红旗的弗利扎钻啊，它的第二阶段也是这个样子，所以稍微会紧张一下。这个基本上啦，看它的数据之后差不多就跟 GT 悟空钻是同一个等级的啦，可能就比 GT 悟空钻在它最终形态的时候那一个阶段会比较难一点罢了，其他方面都是一样的玩。OK， 哇靠，直接满气有没有？对，38万，这个是连接差不多全满的状态，38万。卡兰诺来啦，直接来，然后我们的队长现在是26万嘛，没有跌到。超有趣，48万、26万、29万，那么让队长来前面叠他的这个防御力啦，虽然说没有很需要啦，但是就稍微弄一下，然后攻防再提升，对，31万去了，超欧莫瑞，哎，一个走741万，350%的队长技罢了。当然这边有靠这 supporter member 力来推一下啦，15% extra 就把它算成有在那个什么好啦，还蛮爽的，还蛮舒服的。 OK， 一个子，哇呼，直接把对面打得不要不要的，虽然说对面是真的烂啊，没有什么强度。OK， 这边就这么个样子。对，搞机，卡兰哦，搞机，哦，最后开不到必杀啊，有啦，还是有的。来的 ，Nick Moon， 咚。哦，可以降攻，那这边大概率也是没什么事了啦，好轻松啊！金牛特战队也是很久没有拿出来使用了，然后这个队伍组上去打那个 Sadmax 啊，假设还没有过特殊姿势的朋友，应该也是可以去尝试一下了，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就可以打过去了。啊，这个利克姆。我是蛮希望利克姆啦，自己本身可以出一张单独的限定卡，毕竟他在对上那个北极大的时候啦，画面还蛮多的，尤其就是他转过身过来的时候啦，他的牙齿断掉那一趴，好好笑哦。哎呀，这边啊，有一点麻烦，这次队长好像吃不，这个好像吃不到那个红猪，那就算啦，对，这个样子。看一下哈，现在的状态60%的辅助，56万、68万，啥的都看呐，随便啊，这个真的是随便接这边，只不过就是讲队长的那个金牛特战队，对，主动机之后1530万，两个辅助了，这边90%加成。哇，这个真的是有够高，哇，彗星，916万的 ，Gurudo， 然后哇还在编辑，
我是说主纯基纽特战队啦吼，要达到15期啦吼，很难喂，好难哦，根本就没有办法喂，除非零连接，然后又没有辅助，才比较有一点希望哎。按照目前大家看到这样子的状态啦哦，根本就做不到。这个样子的话，我打算让这一张移过去，因为这一张可以跟我们的基纽啦哈连到，然后这样子还可以连接到传说之力。等下就看一下站在二号位的对那个基纽特战队可以表现到怎么样子。虽然说只有350%，这我要一直强调，只有350%，靠着 supporter member 力帮忙推上去，哎，差不多快要结束了呢。好，哎，752万，这边就没有跨回合辅助了啦。嗯，对，哦吼，点击 nice， 这样子的话防御力也是会上去了。这个哦，开在他身上，大概没有什么问题啦，反正不痛。12万是不是都不痛？队长那边就不变身了，就一直保存着他的那个辅助给我们的那个特战队。一讲 ，OK， 来，还是没办法15期，好惨哦，根本就没办法15期喂。嗯，哦。OK， 辅助再启动，看一下，61万、50万，然后这边就只有一个30%辅助的状态。然后就整体的能力来讲的话，很优秀哎。在目前是这个特战队嘛，如果是把它放去 Top Four 的队伍里面呢，吼，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Top Four 基纽加码一二号，哇，那个就足够爽了。很够力耶，你看那三张就来回辅助了，然后整队全部组那个 special pose， 将刚极限在觉醒的1360万扫掉了60%辅助，嗯，也是不错，1300万，然后必定连击，刚极限的那个物品克斯也是可以把它放进去，来，又是里克姆。这个50%的触发力好像还蛮不错的喂，古鲁多的触场力好像没有到特别高。OK， 这边的话啦哈，算是这一个大王传里面最难的一个阶段，因为在他初登场的时候啦哈，他的攻击跟防御力会一时间的上升，可是应该是开了必杀过后才会触发啦，攻击加150%，防御加400%。嗯，所以就这个样子。对，再来的话我看这个样子好了，应该够用了，反正我觉得死不去了。可是悟饭在这边被打到然后都还蛮痛的。哦，这个是最大的难点啦。嗯，杀得杀得630万，行动之后 OK 全扛好。大王的必杀在这边应该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，因为这边的话还有减伤，只要最后的吉斯巴特可以回避掉就好了。哦，五元气，哇，死哟，比我的那个悟饭还要猛喂，同样是全属性卡斗，而且这边才350%罢了。哦，哑巴奶。OK， 吉斯巴特，攻防上升 ，Nice。这次真的是够有趣的啦。对。然后这边的话就。连接全满了，我们看一下85万跟51万，科技，然后 ，OK， 这个就是他的最强状态了啦，最强状态，90万、56万跟312万2，哇，这个整个队员，然后大家可以看得到，大家的那个防御力啊、攻击力都被拉上来了，
超爽。哎，对，748万。那么在这一边的话，就是属于这一轮的最强状态了，90%的辅助，再加上连接全满，而且财星大佬的连接也是全部 level 10了。对，1666万，够了啦！以一张这么全能的卡来讲，火力到这个地步了哦，已经是 super very 值哟。哎，对，994万，哎，这边就超过哎2500万的火力了。可惜财经大佬的连击一直不给力，真的是好可惜哦。哎，咚，我躲。哎，竟然没办法啊，那就没法躲啦。哎，对，这边的话立刻姆站一号位，然后来收工吧，应该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啦。这边必杀先攻过来也无所谓，硬本気を見せてやる。那这个跨回合辅助啊什么的应有尽有。一个走，然后下一轮又是90%的辅助。然后这边的话，我就想要啦哈，让他站一号位，然后辅助二号或三号位这样子，因为他的超必杀发动之后，所有东西就会拉上来。这个关卡主要就是不难呐、啊，其实也很蛮难体现一下我们的。队长的这个金友特战队的强度，56万、129万、26万，哈哈哈，呀，やばいです。で、こっち、行くぜ。前组应该都再加35%减伤，1535万。然后辅助后面的30%。不过那个35%的彗星触发力道还行，平均啊差不多像这个两路大佬啦齁，350%队长技都有2500万左右的那个火力啦，单回合，然后行动过后破百万的防御力完全没有问题，因为它会超大幅上升，那边就100万了嘛，然后再加上大幅上升的连击就20出万，所以130万这么个上下的防御力是有的，超级夸张，有够浮夸。然后队长的防御力也是冲很快。啊，对啦，那个道具我还没用到哎，靠北，一直忘记要用道具了。讲讲下一轮应该会杀不死，然后我们再换回来的时候就把对面给干掉吧。哎，对，这个样子。まずこっちからの这个样子，那最后哎就这个样子，哎对，哎等一下我带错猪了，我带到紫薯猪，哎吃到同属猪的话，它的能力就没有办法再更强化了喂，啊靠，到底要不要吃？这样到底要不要转猪嘞？本身能力会跌一点呢，转吧，应该是没关系吧。523万，又是这个又硬了。他们这些挂全部有减伤上升，都是因为那个连接的关系。是基纽特战队是吧？基纽特战队好像是基纽特战队这个连接还是忠诚型的？等一下我check一下，这个是基纽特战队彗星5%，这样是忠诚型的吧？啊，忠诚型气力加5，大部分都有，基纽特战队大部分的角色都有，这个5%真的是有用。这样子哈，转啦，反正就。有这边的加成嘛，也不错。啊靠北，他把那个红烛全部转到完。妈妈妈，
14颗 ,15 颗 ,OK,15 颗哎 ,Let's go! 提升到这么多的状态应该还行吧，我带错猪了啦，可是哎对。哦必杀在 ,OK,30, 40% 减伤再加上全属性感动。这边当然他的那个攻击也是不痛的啦。可能要气到2020万。15颗猪诶 ,15 颗猪才增加那么一点点。浪费。啊算了也就娱乐娱乐一下吧了。没看到基斯巴特他们登场，可能就我需要自己有抽到才有办法了啦，这样看下来的话。如果没有的话也变到没办法使用得到，有点小可惜。15期这边太难了啦。特战队一连上去那个气力就直接爆了。呀呗OK 啦。这个用下来其实让整个队伍然后是拉伸了不少，当然没有到很强的地步啦，因为毕竟就他限制住了他的那个队伍嘛，对不对？不过 Top Ball 的队伍内然后特殊姿势绝对是够强的啦，也是有战力在加码1号2号基纽特战队，然后 Top Ball 本身的火力也是蛮足够的，然后极限在觉醒的雾田克斯，超极限在觉醒的超伤雾田克斯，然后获得他们的这些辅助拉伸上来会变到蛮强的一个队伍。有抽到的朋友然后等超伤雾田克斯那个技术的超极限过后，然后可以拿出来组成一队来试试看用 Top Ball 带队基纽放上去，然后加码1 2号，然后两张那个特战队，然后三号再还有最后一个位的话看要选谁都 alright、要加码1号啊加码2号来帮忙加工啊，或者就是其他的辅助角色帮进来也是 OK， 可是重点就是特战一定要是特殊姿势啦，让他的主动技发动上来，这个主动技为全员带来 15% 的相乘辅助，然后是真的顶，真的是有够顶的啦。好啦，那么这一次的影片就到此结束啦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じゃあまたね。 Kinyu Toxendai Ikuze